不住在这儿，他爸在外面打工，家里有他后妈和他后妈带来的一个弟弟。那他平常有什么仇人吗？有个叫李丽的混混，外号叫黄毛。小刘，去查一下。是。他们什么矛盾啊？卢真以前经常惹事，李丽是收保护费的，所以卢真得罪过李丽。最近这几天呢？他们好像打过架。6月19号那天，你见过卢真吗？没有。林队，查到了，这小子是咱们局里的常客，打架斗殴还有收保护费，他样样都沾。林队，死者身份确认了，就是卢真。死者名叫卢真，男，13岁，是龙帆市第二中学的学生。他已经失踪5天了。死亡时间初步判断也是5天，这说明他很可能在失踪当天就丧命了。他的亲生父母离异之后，他的抚养权判给了他的父亲。他父亲后来又再婚，跟现在的妻子又生了一个小孩。目前，他的父亲正在外地打工。你们说，这个孩子是不是想在垃圾桶里找什么东西？然后不小心意外身亡的？不可能，这不是意外，是他杀。经过尸检，我们发现这个孩子在死亡当天身上呈现出了很多种形态不一的伤痕，一共分为4类。首先，尾骨处有一个很明显的创口，这应该是击打形成的，只有剧烈的打斗能形成这样的创口，打人者很可能是个左撇子。那我们就要先从仇家开始入手，左撇子哈。第二种伤痕出现在死者的双臂还有身体双侧，是这种椭圆形的伤痕，但是具体的成因我们现在还并不清楚。第三种伤痕出现在腹部还有下肢的这种 U 型伤口。来，我们把尸体分开一下。最后一种在腰背部，是拖擦伤，分为2类，一种应该是在生前形成的，可能是摔跌导致。另外一种没有生活反应，应该是在抛尸过程中形成的，拖擦的痕迹明显，说明尸体曾经被拖行了不短的距离。没有选择背尸，说明抛尸者的力气应该不大。惯例，我们先检查一下死亡原因。好，在死者的口鼻处的表皮有一些暗黑的区域，说明口鼻腔有可能遭受过捂压的过程。我看一下有没有玫瑰痣。没有红色，应该不是窒息致死。的确不是。我们通过胃内容物查一下死亡时间。闻到了一股麻辣火锅的味儿。案发地点是小吃街附近，虽说有麻辣火锅也不奇怪，但是现在是分不清是中午吃的还是晚上吃的。我觉得一个孩子应该不会一个人去吃火锅吧，肯定是一群人。死亡原因找到了，脾脏破裂，应该是外伤所致。对，外伤性脾脏破裂导致的腹腔出血性休克。伤口这么多还这么集中，看来这个凶手够残忍的。这个孩子案发当天到底经历了多少事？死者身上这些截然不同的伤痕来自于不同的作案工具，可是一个人在打斗中不可能形成这么多不同的伤痕，现在不能排除多人作案的可能。也不能排除多人多次作案的可能。我们现在只有找出每一处伤痕下对应的致伤者，才能找出真正的凶手。死亡时间已经将近5天了，
案发时间过得越久，找到真凶也就越难。这个案子看来不会简单。在这儿，往这边走。李丽，出来！李丽，我说你在家，出来！李丽，李丽，站着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站19号那天，你到底对卢真做了什么？6月19，你说什么我不太清楚。少跟我装傻啊！你打人的伤疤明显得很，法医只要看一眼就知道是你干的。我不就打了那两下吗？他竟敢跟我顶着干，我这不出手，我还怎么混下去？我就打了那么两下。都算便宜他了，便宜谁了？那他妈是一条人命，人命！他死了？是啊，这就是你说的打了两下。好的，好的。你们两个说过多少回了，要乖，这算什么呀？就这样。哎，你在我地盘抢钱抢顺手了是不是？谁的地盘？我地盘。现在变我了吗？我地盘，我地盘，我地盘。你小子这么坑道，来，接着打呀！怎么的？接着打呀！来，滚远点，别让我再让我看见。接着打呀！这就是我的地盘，来呀！卢真那小子真他妈扛打，把我的手都给打破了，他倒是没什么事儿。